大家好，我是大马真哥，现在在马来西亚的柔佛新山。今天晚上我要去一家那个在靠近新山第一关口富力旁边的一个叫新时代，那边有很多开了很多美食，有很多美食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像国内那种美食中心一样，大排档那个大时代一样的。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前方不远的话，就到了富力广场对面的这个新时代了。现在就到了，这个就是新时代，这里是开了应该不到一年吧，感觉是。看一下这里停车的，这就是叫新时代啊，第一关口附近的新时代，地方还蛮大的。这是快圣诞节了，这里好多。各种口味的都有啊，韩国料理，然后还有板栽，台湾小吃，那个确实挺丰富的，这个新时代，东西还挺多选择的，大量多就随便。这个是韩国的料理，叫那个烤鱼套餐，等这个牌子号码响了就过来。这个烤鱼套餐上来了，它这个秋刀鱼还挺大的，15块钱一份，还是不错的。大时代的话，它里面东西还挺丰富的，各个地方的那个美食都有，所以选择面非常多，这里环境也挺好的。